这糕还不错，就是差了一点东西。差点东西？任何东西都是有感情的，你对他好，他也会投桃报李，就像本殿下对你一样，本殿对你好也会记住本殿下，对吗？殿下恕罪，是奴婢做的不好。你何必这般害怕？今日这芙蓉糕也吃够了，却也没吃到想要的。你且回去好好想想本殿说的话，过几日再来送，要带有感情的芙蓉糕。简儿，你买新发簪了呀？啊？哦，我刚路过一个摊子，觉得挺好看的，就买了。快给我看看，莲儿戴上肯定好看。我还有事儿，先回房间了。哼，真小气。晴儿姐姐，你又出去啊？啊，我去给公主买点东西。啊。晴儿这段时间都出去十多次了。本殿下交给你的事都办好了。